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餐厅停业再加上通勤受阻，消费者开始将富裕精力花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，炊具品类的销售额也随之水涨船高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组建家庭，一些 DTC 炊具品牌便在这种年轻化的厨具潮流中应运而生。这些新兴的 DTC 品牌往往都拥有明亮的颜色以及柔和的色彩质地，这是以前很难在厨房用品上出现的大胆设计。对于炊具而言，明亮的颜色更容易帮助人们从烹饪中感受内心的快乐和平静。它们不仅拥有实用的烹饪功能，无论是出现在炉灶上还是餐桌上，也不失为一种亮眼的点缀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当美味的食物被盛装在这些漂亮的炊具中时，人们更愿意拿出手机拍下照片，与社交平台上的好友们一起分享这一时刻。而这也是 DTC 炊具品牌们之所以能够风靡 Instagram 的重要原因。